觉得大陆同学哦，对台湾是有一种情感，而且也觉得有一种连结，所以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很想了解台湾的一切。我真的觉得像这样交流很重要。我觉得效用其实是很长期，他们来的时候回去会被他们的同学讲，会对他们的亲朋好友讲，会有更多人想来台湾，这样才是我们想要的两岸交流。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见面，特别开心。其实葫芦丝是我从小学就开始学的，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葫芦丝一直它是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乐器，对，它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个啊，我是很喜欢这个乐器的，希望能够把这个乐器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呀。那我这次特别特别荣幸可以到交通大学这边去做这个音乐交流，我认为呢，音乐是最好的沟通桥梁，因为呢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。另外呢，我选这首曲目就希望可以透过我的演奏，透过音符去表达我对这一次出访宝岛台湾的热情期待。